你印象中的英伦风情是什么样的呢？身着剪裁得体的低保和色系套装的精英，举手投足间的随性自若，雍容淋漓的名流住宅，又或是盛名流传的文化地标。西伦敦作为英伦贵族的聚集地，一直以来以一种低调且高级的印象示众，贵在不露声色的腔调，也贵在松弛有度的考究。Fulham 处于伦敦西二区的核心繁荣地带，毗邻名流聚集的切尔西和充斥书卷气和富贵气息的肯辛顿，这里是一片处处彰显生活品质与舒适氛围，这里也是一片极有格调与年代感的宜居地带。在 Fulham 最有名的高街国王大道上，林立着很多低调的设计师品牌、独立时装店和精品珠宝商，还有各种高级家居家饰店、餐厅和酒吧。沿着 King's Road 来到 Sloane Square， 奢华酒店头戴礼帽、身着大衣的门卫，窗边优雅精致的下午茶。如今的斯隆广场依然复刻着悠哉优雅的老前锋日常，任岁月流转变迁，国王路的骄傲始终如一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回看历史沉浮，感受时代脉搏，你也可以一览伦敦余物。Fulham 不仅揽进西伦敦的风雅名胜，还享受着顶级的教育资源。周边27所公立小学和6所公立中学都拥有着全英领先的教育资源。这里也是英国卫报评选的英格兰10大优质学区，评分为 outstanding 的学校超过20所。